你们说这帮女兵是不是在抗击打训练的时候把脑子给练坏了？他们也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。说这些都没用，这就不是八个女兵，就是八个怪物。现在被咱们折腾成这样，那出去啊，个顶个儿难缠。这里和我们以往待过的部队都不一样，他不会循规蹈矩，每一天都在挑战着我们各种不可能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轻易退缩，谁都不能掉头。就是，咱们之前什么苦没吃过呀？这次也不能认怂，拿下400米障碍，我们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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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！堂前热泪无怨无悔，生与死战火无畏，平沙间荣辱与共相随。时间匆匆流走，青春不负我们的停留，挥洒汗水如梦，骄傲地去拼搏。我们无畏跨越千山万水，一生所为皆为挥洒心底的执着，赴汤蹈火，全力职责。昨天我夜观天象，掐指一算，就知道女兵肯定在这儿。我这蓝电小诸葛的名号，那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行，别嘚瑟了啊，就运气好点。你们说这帮女兵是不是在抗击打训练的时候把脑子给练坏了？他们还真背着沙袋跑400米障碍了。其实我觉得，他们也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。大家都很拼，哎，什么拼不拼的？说这些都没用。我跟你说，这就不是八个女兵，就是八个怪物。现在被咱们折腾成这样，那出去啊，个顶个儿难缠。那咱们要不要给他放点水呀？哎，我也觉得咱们这样是不是太狠了点儿？什么呢？还放水？队长的火眼金睛，让他看到你们放水，难受的就是你们了。就是。哎，快看，快看，好节目上独木桥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呀，看到了吗，教导员，难得一见的奇观啊！队长，女兵在拼命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怎么笑不出来啊？又不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。哎，你觉得是谁的主意啊？猜不出来。不管是谁，是我想看到的。真没见过你这样的队长。你没见过的多了。不着急，好戏在后头。听说你把他们折腾得够呛啊。这您听谁说的呀？怎么还有人在背后打小报告啊？没有人在背后打你小报告。我就是想告诉你啊，你要有耐心，凡事都要讲究方式方法。方式方法知道吗？是。但是我相信高标准是必须的，如果他们不能百炼成钢，今后是完不成闪电行动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就按照你的训练计划执行。是。